好了，欢迎各位朋友们收听我们那个新北市乌来区验题这个一个新报道。这个呢，车牌我不方便说这样。然后呢，他现在在车站，各位朋友们，妹妹帮我拍，你拍过，你过去进来，那边拍。最好是再冷，等下被人家丢东西了，被小偷。吓死了！你快扑进去！啊，有了有了，高潮了高潮了！哎，要吃饭聚餐吗？对，要。对，我姐姐看嘛。干嘛？去看嘛，快点看！扯哎！从后面看。你看不到红。那你痛吧，你。我三年。哎，再出来慢了，就是那五弟呀，怎样？好停了好停了